哎，你脸咋了？不很强悍啊？我那个小药膏祛痘。你脸是痘痘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叮叮，咋了？打架了？没有呀，我跟农药相识的很好呀。哎，你脸咋了？撞墙上了？我那个小药膏祛痘。爸爸，我们今天做体检了，这个是我们的眼睛报告单。哦，我待会儿查一下。你能全部看见吗？后三个我看不见。能先说你是多少？0.49。呀，那快近视了。要好好做好眼睛保护了啊。45就已经近视了吗？对。我有个同学是200多度近视。开始今天的作业吧。检查一下练习册吧。啊，圆圆越高，圆圆越高像月饼。碧绿碧绿，碧绿碧绿。有，这什么？鸽子啊？啊，鸽子那边是什么？哟，这什么字？风筝。这是上面加个竹字头。哎，加强练习吧。默写课文内容。收拾书包。写完作业，跟我一起来玩玩具吧。这个是一个自制的女孩换装。立体小人就在现在给他裁剪衣服啊。对，是量身定制。衣服他的名字叫小妙，今天我们就来帮他换装吧。小妙啦，他的换装现在已经完成了，还有一个化妆包。不过呢，现在已经9:30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没有时间给大家展示了。拜拜，就这样了吧，下期给大家完整的展示。